我从没想过当爸爸是一件这么紧张的事情。印象中，无论什么困境，我爸总能乐观应对。 爸爸，可以帮我买个超级英雄的玩具吗？其他小朋友都有。爸爸给你一个秘密武器。 跑！记忆中，他都是乐呵呵的样子，好像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还没公里50呢，恢复起来快，多走走。 改明儿啊，我还可以跑马拉松。是，指不定啊，您还能拿第一呢。小明，怎么样了？ 想要做的比我好，很难啊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一个好爸爸，但我知道，我会像他告诉我一样，告诉孩子笑对一切。这一次，不胆怯，也不彷徨，每一次，开朗阳光，笑对生活的挑战。乐观向上，蓄势待发。 新品牌即将到来，敬请期待。